全网最高龄玩家吃鸡陈大爷怒上战神，这也太牛了！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太平洋海战吗？十几个队伍驾驶船只在水面上展开对决，这才是现代化的战斗啊，太顶级了。经过研究发现，只要在输入法上打出 GF2 都是干饭人，如果不是那就不用想了，你对吃饭不感兴趣，你打出的是什么？哦，来测试一下看看，打开评论区输入 GFR、果然是干饭人，太准了太准了，兄弟们打出的是什么？发出来瞧瞧。不是，我封号和你们封号怎么还不一样呢？1199分，哪个人机上我号打我号了？太卑鄙了！1199可不是最低分段啊！之前咱们出过一期视频，有个玩家为了测试最低分到底是多少，无限次的落地成盒，最终发现到了1080之后，不管去世的有多快，都没办法再扣分，整个挑战过程离谱到了极点。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回去瞧瞧。评论区好多人问，这灯是不是真的能影响照明？肯定不是的啊，吃鸡里的亮度和光线基本都是恒定的，除了在水里或者开了昼夜模式才会有些许的不同，作者是为了节目效果才特地在剪辑中修改了亮度参数。望周知，兄弟们加战。Hey kid, don't ever let them get inside your headTell you what to do in life instead of everything you know that you could get. Don't let them guide your life towards regret. I'll fight for what I love with every breath. My past is filled with things I won't forget. I use them all to push me to my best. So treat the worst of times just like a test. If only I could go back in time, I'd tell myself that everything will end up alright. Just push yourself, test yourself. 老爷爷老奶奶玩吃鸡还能打上高分的，其中有不少都是请了代打，纯纯是为了流量。这位名叫陈大爷的绝对是真材实料啊，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直播，还能在对战过程中准确说出自己的玩法和意图，相当顶级的老年玩家，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厉害了我的哥，这操作估计很多人都没见过吧？刺激战场刚上线那会儿，还是沿用端游的物理引擎，车辆和地面之间也是有缝隙的，所以能做出这种秒趴躲撞的操作。2022年的今天，刺激已经大变样，再也没办法像从前一样了。